耐久。差一点点呢、欸。哦，可以了。哦，他有了专家，看这个也很惨。Only one， 这个就蛮屌的，一大堆。冒泡泡了，冰霜行者，贝蒂安安，我想说总会有两个稿子哦，不对，幸运跟丝绸。呛了，完了，我真的累了、欸，糟糕啦，糟糕啦！应该好了吧？5:30开会，好。哎呦，玻璃快烧好了。改改，是花椰菜教主，不是我们托一个花椰菜公主，你花椰菜教主，你知道我们托一个花椰菜教主那个嘛公主啊，你这样跟他抢哦，你跟他抢他会生气哦。冲啊，猫过来给我吃，给我吃鱼，给我吃鱼。好吃哈，过来，气死人！巡抚猫不能拿盾啊，烦死了！右键没用，还是狂举盾。
抓。前进点，前进点，前进点。白痴哦、喔、，F 五还不是一样？还是你是只看自己？啊，我的饼干在旁边还没吃哎、欸，没有。我去丢个垃圾。刚刚拆单吃完还没有丢。哦、你做画猜吗？应该会剪出来吧。我拿来公审啊，所以你们都不知道在画啥小。不是说不剪吗？我说看情况啊，那种太夸张的我就会想剪出来啊，那种太好笑的直接剪出来。而且我那时候我刚刚没有刚刚今天早上的时候看了一下我 YT 后台，
他说曝光率最高的其实就是画猜系列，就那个啊，我画馆长的那一张，那一集是最多人看的。很多人看哦，就画渣，画渣就是要练要学啊，不要说不会啊。说渣都只是借口啊。哎呦，终于要来弄这一个了。什么我的做爱那句？什么哪一句？什么做爱？可是当时馆展那个吧的事件，然后又画了馆展，所以有加曝光度吧。挖掘加速力量感觉不需要跳跃提升加速二，确定。那抗性二吗？抗性好像不需要跳跃提升哦，好难选哦，选啥啊？力量二附近又没有什么怪。OK， 这跳跃高度可以。挂要挂，我们只能挂这里了啊！好了，我们准备关声音，看一下阿米狗讲了吗？嗯，阿米狗要玩。我一个愿望清单的游戏还没买过，可是我怕太单调，因为我看一下哦，这款加入购物车，自用
学习，不是学习啊，继续购买。哇！这是很白痴哎，超难跳。OK。我们等首播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烦你打扰，因为15与这边的事情。我进行中，这边会希望拒绝吗？还是可以表现哪里？大概会跟造物的合成。你们听，应该是15分钟。快，或是快一分钟才，不是15秒或快一分钟才出现我的台的声音吧。我等一下看完要马上睡觉了。这个，然后网页，没关系，选一个挂没关系，反正我等下关台了。看你要边听我讲话，还是看影片的声音而已。林正哲安安，还是建议去看 YT 的啦，因为那边比较快，这边有延迟。团长，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？团长，哎呦呀！因为有一个怪人在喵喵喵。他那个铁什么客人就不怪吗？那就抓决定了。哦，本来这一段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剪进去，我想说这边就忘记打凋零，然后打得很辛苦而已。然后当下面的火塞爆掉，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。
死，快死，快死，救我！抱歉，抱歉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真的差点嗝掉欸，我错了。怎么很奇妙？有突袭没错啦，但是他们都站在那边不动欸。哈？你们要不要上来一下？就在小雨楼前楼上这里，超奇怪，太危险了吧？不是超怪，他就站着，然后完全不动欸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好像是子弹上膛的感觉，然后就不动这样，我觉得超神秘的。欸，还是他们其实有在动啊？哇，好跳，好跳，好看，他完全没在动啊？为什么？真的欸，他都站直直的。他们还没上班啊？他们在等开台，在等开台啊！他们在等开台啊！他们在等开台啊！这是开台前的准备啦！是我在等开台，还是是哈基弄的？不是，因为我看后面他没在动啊，他在干嘛？啊！开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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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台！刚刚开模吗？我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动，他跟着动啊？他们刚全部在那边呢。一切都要等哈记耶，他们。可能刚我站在那个位置，刚谁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？还在等我转向看到他们。他真的在等你耶，太好笑了。我们在他旁边走，他也完全不动哎。对，我们刚刚全部站在旁边看他，哎，超好笑。等开台是错误展示出。感谢金。熔炉单次获得经验让自己升20等，你有办法一次升到20等？啊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可以熔炉啊，你就一直积经验在里面，不要一次领。嗯，你懂吗？不是34就64。不，它会一直烧，一直烧，它会累积在里面。你可以用那个哦，是哦，对，控制杆把它锁起来。要的是哦，就是很刺激哦。对啊。哦。所以那个是需要自动熔炉吗？算，对，就是自动熔炉。你要就是把那个一直往下吸，往下吸嘛，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就是继续烧。只要一个之后你领出来就好了。哦，那隐约应该很好解这个任务，我觉得了。我现在在烧石头啊，只是对啊，你疯狂烧，你应该没领吧？就把它存着，然后到时候然后偷偷去帮你把它吸出来，偷偷把它吸。太坏啦！哎，最右边这个超难啊，虽然说钻石很多。然后管理员这边有新增的抽奖箱，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箱子有一个箱子不太弄不出来。所以如果你要用那个工具抽奖箱的话，你找我。你好正哦！哦，哎，你今天真冷是不是这样啊？我继续玩前路。哇，他害羞了。等一下，你真的是沉默，你真的是一样。等一下，我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 YouTube。等一下，我不用啦。我看屁用啦，看屁呀，玩游戏啊，看屁呀。为什么要凶我？没有啦，没有，那个反应应该就是了啦，不用去看了。可以去朝圣一下哈。哎，你可以去朝圣一下，记得回来。朝圣完记得回来哦。哎，朝圣完记得回来啊。对，没错。我怎么了？我只剩两个人啊。我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女仆，怎么了？那你应该要说喵啊之类的。喵。欢迎回来，团统，你很久没来了，团统。要许我再也不去了，吓死我了。团统，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？团统，哎呦呀！因为有一个怪人在喵喵喵。他那个碟怎么刻的就不怪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也觉得很怪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能接受我还是接受他、啊？我都不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啊。Nice。团好恐怖，我觉得害怕。欸，你们再多调情一点，我就可以剪进去了，拜托。我需要。又想剪啊，不给你剪。我需要团董。需要剪，不给你剪。好可怕、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只要有熏就好了，是应该不用很久了。嗯，对、啊，只要下面有火龙就好了。来 go 夜妹。哎，夜妹十个的那个任务是还没有人解掉、啊，卡在门口。我十个了耶！哎、欸，那你去拿啦，那你去拿。他去拿，我拿到两颗钻石了，耶、yeah! ！哇！谢谢主人，两耶！谢谢各位小主人。哎呦！
哎呦，就是我们除了新增这个抽奖系统以外呢，还可以今天要决定你的一个职业或者是称号。职业乞丐。哦，乞丐。我要到处乞讨。可以吗？也是可以，也不是不行啦。也对啦，是这样没错啦。我当 RP 玩。太多只了吧？那个 what the fuck？ 超多哎、欸，我一直听到。我们家头上好可怕，真的都没睡啊，没办法、啊。要不要睡一下？啊、好可怕、啊。刚好今天人比较少，可以睡。啊，是我的弟弟耶。啊，我已经。好、啊，我教你们弟弟的离线。认出，对不对？认对啊，认出，快快快！可是你这样子还是他没有睡到，这样子还是会有我这一只夜。明天还会有一次。明天换你啊。那我上去啊！对，我等一下来画乞丐的 skin 好了。靠，好远、哦！我躺在床上了，我躺在床上了，团团，好远啊、哦！团团，来女仆躺在床上了。对，女仆不可以睡觉啊！你睡觉，我在帮主人暖床，暖床，我在暖床，要靠薪水，用肉体偿还。我觉得害怕。我附近有怪物在游荡，等一下。谁？哈基没在你附近、啊。哇哇！直接说你不是妖怪啊！哈基没在你附近、啊。他等下给你鬼压床哦。团团起床哦！醒了！主人起床。哎，我觉得啊。如果真的有那个人帮你，就是叫你起床，这样感觉很恐怖哎、欸，而且一定会醒。你突然醒来工作了啊啊！不要！你要试试看吗？不要！要说你眼睛张开，发现另一个人在你旁边躺在。哎，这样很可怕，你不觉得这很恐怖吗？就突然有个人眼睛睁大大，两眼瞪着你，然后说啊，早安，你给他。很可怕哎、欸！所以万一以后你交女朋友，然后你这样子看到旁边一醒来看到一个人盯着你看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说你也冲啥回啦！我想一下、哦，你给他吸狼哦，要输固有之类的。一早起来看到直接一拳挥下去吧。哦，这边我剪得很狠、啊。对哈、哦，最近那个游戏很夯。这里有剪到快笑出来了。我料想，他记你说他一起来就给他一拳。那你女朋友可怜嘞，她过没多久，那个脸就会变绿色了，因为什么我操，她只是看着你起床，然后就被揍了。对啊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记忆中你青涩的脸。没有。对，你刚刚不是提到职业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啊。对。哎呦喂，我有在想说，我要当建筑师还是什么？你说建筑师八部吗？ Oh. 对啊，然后每天上线都要来问我们行不行，绝对有问题。对，然后我的版本是绝对有问题啊，杰克有问题，杰克超有问题。反正他不在，随便讲，随便讲，耶，谢瓦肯，耶耶 ，You meet you。哎呦，有人手机响了。我啦、还不赶快去理餐，还不赶快。哲平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穿蜜蜂装的图片啊？”你说本人照吗？本人吗？问号。啊，所以是有吗？我说我好像印象其实有类似的。真的假的？你还真的穿过、哦？没有啊，有条纹衣服啊，就是。哦。哎、欸，那我是不是要去买一个类似他的样子啊？你可以去买那种有那种头套之类的。嗯，你是说斑马吗？斑马啦，还是虎皮的？看屁呀、啊！玩游戏呀，看屁呀、啊！烦透，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？喵喵喵！那你能接受我还是接受他、啊？好恐怖，我觉得害怕。好啦，那今天到这边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我要去睡觉咯，各位拜拜拜拜拜拜，你的，等明天吧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好啦，那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，我要去准备休息啦。
各位拜拜，晚点见。